这个你是不是在看风景啊？没有，我这边没有风景可以看。不过我可以请另一个人喝酒。喝酒？是吧？一杯零酒。酒。哎呀，我旁边有两瓶酒。啊！喝酒。喝酒。不是，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，丢啊丢！受不了，炸炸炸炸！对，这什么都没有。找到了啊！啊，这个是长颈鹿剑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惊死人！这里怎么有酒？哦，请你喝的、啊。这瓶子啦。嗯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说瓶子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我都知道瓶子。哎呦！怎么都知道？我突然找不到那个黄针啊！黄针哪一个黄针？要把箱子推开。我也有点找不到你了，不？真的吗？看你什么时候开炸。哎呦，剩 Jack 了。哎呦，杰克你在哪里？杰克、啊，杰克在哪？这个杰克。哎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。这个提示，你要受不了。有人踩过他？对，有人踩过他，踩过我。对。感觉就是我，我去找，我的朋友都睡光了，还喝了一杯酒，他心碎了。啊！你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，波波？你倒在那只狗头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，波波？你想干嘛，波波？耶！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在船底。哇！就波波，波波，你没错，就是你踩过去喝了酒，你踩过去，就是在他旁边。啊，你怎么没有不见？你哪一因为我是在底层啊，我不在那一层啊。对啊，最底层。我出去再开一次。啊，换第一张地图就是需要限制地方的。哦，超大那个是不是？超大，可是很漂亮。漂亮。很漂亮。要漂亮。很大又很漂亮，哎呀，很大很漂亮，很适合哦，又大又漂亮，壮硕之美，壮硕硕硕之美，壮硕之美，硕硕硕硕之美，硕硕硕男士，哈哈，怎么变过来梦世界啊？过来梦啊，硕男主。我在吃葡萄，抱歉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车可以哈。嗯，不是不是，没有可以加热。这车可以，这可以，这是可以。这车好快哦！哎呦，壮瘦之美。哎呀，小心进来会有一点版权攻击，要赶快离开那边啊！我还要赶快离开那个区域，赶快把耳朵遮起来，听不到了。耳朵遮起来。哎、欸，叫观众自己把耳朵遮起来。汤哥，哎呦，这是谁啊？我们等一下就限定那个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人进来，好，那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限定到那个啦，到泳池就泳池周围就好了。好，嘿，它其实底下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，要我要到四十几楼，四十几楼。对，它有一个传送点，红色的地上，有多多然后呢就会直接传上去。哦哦，有楼上跟楼下。对啊，不要在楼下，到楼上就，哎，不一定要坐电梯啊，旁边有密道，有一个传送节点。那个话好笑。哎，哪里？哦，看到了。哎，好可爱哦。怎么？哇，好好看哦。好可爱。真的，杰克。哎，小。哇，踩这个，然后。对。地上有个红红的，踩下去就可以了。哦，在哪里啊？不要慢慢坐电梯哦，坐电梯真的是会很久哦。哎呦，超大，很大呀！这可以坐电梯啊，拖时间。哇，这游泳池好美哦！对啊，这边真的很美啊，外面的假景，对，还有假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先躲那个，就先躲泳池周围就好了。泳池周围感觉就够多地方了。杰克，你要动起来啊！杰克有在动吗？哪里？杰克有在动，他在泡温泉。还搭电梯哦？我在泡温泉。你在泡温泉？没有啊，在欣赏那幅画。
欣赏那幅画。你说我去找你，有很多猫的那幅吗？啊，应该是哦。对啊，这楼梯也不能开。好了，我等你出现好不好？快点出来！你来找我，好找。我没有变身，他完全没有变身，他完全没变。啊，你是在楼上还是楼下？就在楼下，他没有上楼，就是楼下。不行啊，你要上楼啦，我已经上来了。哦，下不去是不是？啊，你会下楼？下楼很久啊，你上来比较快。坐电游乐没有？他是他刚踩一个红红的就可以飞了。OK， 嗯，都要踩红红的。另一面，对对对，这里红红这个。哎，啊，对了，那这张图等一下我们就那个变，不要变一颗血了，不然太难找了。嗯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超厚，两百块呀！上楼到泳池的哦，泳池外面好多。对，然后泳池周围这样，还有啾啾声，啾啾。上去，上去。压力板在哪？哦，这里。压力板，你确定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？啾啾有版权吗？啾啾，我没有吧？应该是没有吧？啾啾，音效也有版权。啾啾，那个麻雀就出来说：“你那个侵犯我版权。”咕咕咕，啾啾，完蛋了！啾啾，怎么了？这样想一下，是谁啊？只要能够上网就可以。哎，这谁啊？谁？这是谁啊？重点是一开始要先找。谁？等一下嘛，我刚去厕所嘛。好，等一下啦，让我躲一下啦，等一下啦。这边电梯按，要按，不可以跳的，好可怜。那这边的电梯是要按的，对，那电梯是按的。不会搭电梯。哇，这个水这里这里这里，等一下，他妈，我要走去泳池旁边，你不给机会耶？没有，就很好看。你看到不能动手啊！不是，这个还有鱼耶！我刚变到很多，这边真的很漂亮，真的。啊！我怎么听到蚊子的声音？好恐怖，好恐怖！不要接近那个收音机，它有版权攻击。哦，不要靠近收音机，离它远一点。那个水池有一点，离它远一点。糟糕，我总算装完了。恭喜你！现在可以进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随便加。哎，他进你小小跳一下吧。加入游戏。我小小跳一下，我把游泳圈踩下去，我太胖了。你跳了吗？太胖了。先不要，好多被玩哦，超多东西。啊，哈基，因为我打中了，因为你，因为你面向背面，我就是那个收音机啊。你是吗？你好危险哦。我想说他很吵，我就把他打坏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那个打的在水里面的那一台哦，那边那台是真的，对。对啊，我刚刚靠近那个水面呢，然后我想说怎样。靠近他，你会听到他吵，叫我打他，我好。我说不要靠近他，好不好？不要靠近，很好，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。结果被打了，结果被打了。哇，一滴血不能骗我哪些一滴血？对，一滴血就应该是那些小物品之类的。啊，闻到什么？白痴玩的。团团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团团不能讲，我讲了应该就爆炸。哦，你是卡住吗？你要拉你 F 二，就是没有，你没卡住，没有。哦，所以你不能跳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桌子经过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跳，那你还是不要跳了。只剩团团了，你还是不要动。好可怖！你这看起来像卡住啊？对啊，是啊，你超像卡住。其实没有，其实是可以动。哎，你附近刚刚是。对啊，有啦，有一个很开心，我们可以四处逛逛。他一直在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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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， 哎 ，biang biang biang， 这里不要啦，哎，干嘛？哎，注意点，这样 ，PTV 防护那个叶子啊，它是其中一个叶子，我们看到那个叶子有没有？他打准那个叶子，其中一片嘞。叶子其中一片，那一定有一滴了。有啦，那个有啦，他躲在上面的风扇其中一片。对啊，没有，我没有啦，其实我是那个啦，我附近都是水啦，我有护城河这样。杰克，你那个火箭筒从哪来的？刚捡到的。你刚刚手机旁边有武器，知道吗？
那好像在办公室捡到的。刚刚他记旁边那个收音机旁边有手榴弹还是什么的、欸？哦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刚好也捡到的，让丢了。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进不去？哎、欸，女厕进不去。哎、欸，想去女厕干嘛？讲女厕、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团团收音在女厕、啊。为什么我要在女厕？女厕才有护城河伞啊！你确定不是你吗？是你想进去啊？我知道你在哪里了，你给我出来。我在哪里？女厕。要出来。我在哪里啊？不要再射了，你差点射到啦！差点射到，不要不要，不行不行，最好在那边差点射到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在旁边而已。真的不行啦，不要啦，炸了炸了炸了！哎，长官明明就没有。长官到底在哪里啊？动一下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五秒。哎！哦！我随便炸，你乱瞄吧！会炸，直接脚底炸下去。哎，所以你是哪一个啊？你不可以玩游戏了，我好开心。我是那个桌子，我是那个桌子。然后刚刚巧克力把椅子，把椅子搬上去。忘记要怎么变身了，要按什么东西？英文字音 F3。你们怎么卡住了？你们怎么卡住了？等下不能变太小的东西哦。对，不能变低些的。对，然后再到范现在范围只有在泳池边哦，只有在泳池边。泳池边，你跟着走，你跟着走，你跟着走，几滴血一下，几滴血，几滴血以上，一上，不能一滴。泳池在哪里啦？我根本路痴还不知道。我刚不是说你跟着人走？哎，我到泳池。哇，我靠！哎，那泳池有不能躲哪里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泳池边，没有就泳池边。我直接救可惜了啦，救命哦！等一下，我卡住了。哎呦，按到了！怎么大家都卡住？那泳池很大哎，其实冲的好大。泳池算是看得到水就算吧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那外面那个大泳池，大泳池，室外室外。好哦，我的天啊！这音乐好大声，我把关小声。关小一点，关小一点。我想玩这个，我可以玩。欸，这里还有坐垫呢，好高级哦！哦，好可爱哦，欠打哦！啊，欠打！哦，桌子坏掉！你是拆桌子啊？对，我刚刚在拆桌子。我想要潜水，还有蛙镜耶！蛙镜，你是潜水的那一种？它有那个水深的地方可以潜下去。蛙镜，哎，鱼去动它，它会跑超快的，对啊，真的是玩鱼，怎么有人在玩鲨鱼？那是杀人精啊！杀人精！你看为什么这里面有谁把门关起来？这不是我关的吗？嗯，哎，等一下，它是不是里面有一个泳池啊？还是那也是泳池？有人在关门，不算泳池吗？真假的？我走错了。你要晒水，就是没人了，照不到太阳啊！这是有人在关门哎？为什么？等下带你，这自动门吧？等一下，它会自己关起来吗？对啊。有可能是自动门，看着自动门说：“这个门好可怕，它自己会关的。”自己会关的，太高级了吧？你自己开起来。你是乡下人来的吗？太高级了，自动门哎，好高级哇！这么高级啊！哎呦，这是什么科技？高级的杰克，不要在我旁边绕，好可怕啊！以为那边装？这个惨叫！啾啾啾啾！啊！救命！这已经不是啾啾了吧？啾啾啾啾啾。然后我这边有啾啾。好，好，这是真的，可恶！好多啾啾声哦。开始在乱打东西。我在游泳了，我在游泳了。确实，我去游泳了。游泳一下嘛。我要到处乱打。救命啊！好可怕啊！啊！哎呦喂！等着一下。我快死掉了。应该这里会有人吗？这里应该不能进去。这里有血迹，表示这里有东西哦。好，没有，那是队友的血迹。啊？他这也是真的不容易耶，难哦。嗯，这不容易。这个很 natural， 真的。他第一题会睡着。那个散弹打很凶哦。嗯，散弹打很凶。哎呦，在哪里？来个打散弹的啊！在哪里？我根本一发都没射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该射哪里。呱呱呱！不要在我旁边绕啊，好可怕啊！哎、欸，这真的可以看到你们在游泳哎、欸。
对啊，游泳还变成那个游泳的姿态，对啊，一点一三吧，你寂寞一点一三哦，有人游起来哦，到底在哪？什么时候会有蜜蜂呢？啊，不要不要，我刚只差哈基没经过我而已，真的假的啊？等下这个为什么一直卡我？是谁？哦，救命！我会不会卡中可以哦？哎呦，拜拜。哎呦波波拜，拜拜，波波你变什么被卡？他是变躺椅呀、啊，哦躺椅啊！我要把所有的物品丢到水里，哇！那我们也可能变一个物体去水里了，那就更难找哎、欸！赶快下车！这个是谁啊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谁？如果你是说我的话，就表示我是刚好不容易到这里，然后就看到一堆人，我就干脆停下来不动了。这里吗？不是。啊！我完全找不到。Yeah~、我只找到一个、欸。小雨，我在你脚下。啊！你真是啊！我刚才要不要穿衣服？要不要穿衣服？哇！要不要坦坦？好难哦！我没看到。超难的，太多。而且我这边可以用破图看你们这边游泳。哎、嗯，欸、哪边的、啊？我找不到路哎、欸。我刚在团团一开始那里。可恶！你刚不是把那个压扁？我这哦，这里不会过。哦，这过不了。哎，我被卡住了！你卡住我了！哎呦，看来有人走传送门卡住了哦。有人走传送门卡了。这里吗？那传送门麻烦一个一个慢慢走，不然。等一下，还没找到，还没找到，还没找到。还没找到，让我躲一下，让我躲一下。找到，还没找到，等一下啦。嘿，哇塞！还没玩到。我们在室内迷路。迷路，我们一看到有人在水中跑来跑去，这里啦，这里啊，伙伴，传到啊！笑死人呢、啊，哭的啊！很多人晒太阳，你在晒太阳啊？波波超凶，凶巴巴，真有见。哇，对啊，怎么可以凶成这样啊？真的是，你这个。位置大凶哎、欸，方向还对的、欸，天哪！这里是不是有收音机？杰克，你把它射爆！好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！还想变收音机啊？他自己已经死了，不是吗？我按错了，我刚跳窗边人，然后回来按到压到右键。你要看这到底是谁、欸？我们来打水上白球。哇，真会丢！我以为你要说打水上排球，然后你当球这样。当球，打波波的胸。哇塞！哇，等一下，这里太多东西了。大胸。哎、欸、等一下，干嘛？你这里看起来很自然又不太自然。我知道，我没地方躲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一轮就是这一轮完之后啊，我们改造只有客房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哪边是客房？客房、啊，对，室内这样子，客房就是室内这样。一样是这边的是二楼，那个室内嘛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泳池的旁边，我记得有一区有客房，就一排就在那里面这样。你说电电动门的那个吗？地图真的有够大哎、欸！对啊，这地图很大、啊，超大。调小声哦。我刚刚被那个惨叫声吵了。耳朵快爆炸了！对啊，那船有多少？所以出去奔他。哦，我听到惨叫声了。你听到惨叫声？哦，我听到惨叫惨叫声，不是惨叫。啊！还有丛林区也太过分了吧！超大，超级大，所以这个真的不能变一个血的，不然变一个血真的爆炸。嗯。哦，水越来越多东西，越来越可疑。我要去躲水里了。波波是不是你都乱丢？我没有乱丢，你叫做我乱丢，你才在那乱丢。哦，我确实乱开枪而已啦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不能开枪，什么烂垃圾规则？哎、欸、那不然那个，我去上个厕所，我突然想上厕所。好，可以上一下。好、哦，那你可以先跟我们讲你在哪里。很难死了，哎、欸，很难死吗？还没啊，还没死吗？他去上厕所。他在晒太阳，他在晒太阳、嗯。晒太阳，不会是那个吧？阳光普照，阳光普照，那个浮板在游有没有看到？
啊，他不在啊，变的变的会沉下去。他可以按空白键啊，他按着空白键去尿尿。他都是厕所，他拿硬币卡住啊，对啊，拿硬币卡住啊。有六个瓷砖，没有六个瓷砖，他距离水池有六个瓷砖，对。哦，完杰克，这里到底哪里收音机？哎、欸，我真的第一次玩巨魔的，不知道要打什么东西耶、欸。哇，四十五秒，这个繁星很自然，繁星是自然系，对，繁星自然系，看起来就很奇怪。对，但是你近看发现它是超级快的。嗯、他应该走在树里头吧？吗？就是、欸、就是我还活着耶，有磁砖，所以这里不在这里。嗯我还活着耶，嘿嘿。你到底是什么啊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开始数瓷砖有没有？欸、可以数到六个瓷砖的，就每一个走廊都是啊，白痴哦、喔。你看，还晒得到太阳，晒得上太阳。所以影子的地方不算就是了。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日光一晒的我很开心。啊，又见又见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右键了？巧克力刚刚经过我，就是没有弄我这一张躺椅耶、欸。哎、欸，有塔巴斯科哎、欸，哇，这还有这个，你旁边躺椅都用一遍，就没有用到我刚刚。哎、欸，我已经狂丢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你要说躲哪里啊？就是客房，就是泳池，你往你应该走一下，就会看到有一排都是客房这样。有一排都是客房。要走到房间，反正 我跟着一个 Gary 走。跟错 Gary 了。哎、欸，别卡，别卡。那个我们猎人等一下先不要上楼，我们等一下就是他们都好，我们再上去好了。啊，上楼客房，对客房，你们应该绕一下就会有那个在屋子里面走进去。哎、欸欸，我屋子里面走进去，来这里、啊、这里，我刚跟着这里，等一下吧。这里吗？是哪里啊？是很多红色布的那个东西吗、欸欸、？RPG， 嘿嘿，哦，应该是红色布那个吗？好像应该是那边、欸，我有点不太确定。因为我有点忘了，啊，怎么这个？这里跳过了水池，水池旁边那边都是客房了。嗯，就是红色很多红布的地方吗？还是那一区？很多红布，嗯，是吗？你们好了吗？我们还没躲，看他们有没有来，对吧、啊？好，如果没来，我就自行移动了。OK。哎，不要管我们。客房区。哎呀，出来了！出来了。客房区，客房区，对，这边是客房区，这里、欸、有那个区，认错了，小雨，哎，这边不是也有吗？里面不是有一排吗？哦，好，就这边，所以是对的，一样的地方哈。这里、啊、我没看到人、欸，哎、欸，是对，可以，小雨跟这边有通，对啊，这边有通，哇哦。哎、欸，好美啊、哦！超高级的、欸，这房间好棒哦！啊，这是两个，对，而且我刚刚好像是跟着巧克力走错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怎么躺在这里了？我不要开。哎、欸，外面有两个迷路的。我也是，我要住这里。反正我走到一个人家躺在的地方，这个好棒哦！这个真的很棒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迷路了，客房了，迷路了，我迷路了。欸、等一下，为什么大家都在这里迷路了？那这里很像客房啊 ，room， 可是过不去。哎、欸，他那个门是如果是绿灯就可以进来了，红灯不行。嗯，好高级哦。红灯就是锁起来的。哦，所以繁星找到了，繁星找到地方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有三个。哎、欸，这边这样客房往客房走哦，要爬楼梯是不是？所以只有杰克到而已，我们有三个東西。因为我不确定啊。哎呀，我被卡住了。还是就不限定算客房吧，房内就是房内房内房内超大哎、欸。对啊，房内就是因为房内很大，我才限制说只要客房。我等下变这个，我等下变这个，我等下变这个吗？阿纪，我看到队友，们三个人在一起。我知道，我们有三个人。卡住了，我要变这个。白痴啊！我们卡在哪？哎呀，掉下，你们没卡住了吗？三个东西散步哎，团队。啊，巧克力。所以这边不是吗？我看到下面有人，我刚看到下面有人，所以我们走应该对。你们进到那个 R O M S 里面的，你们进到 rooms 里面啊， R O M S 里面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所以有啊有爬楼梯上来。要指示牌我觉得我变这个东西好突兀哦，我好想变一个。我变的还不对，我变的还不对。所以你们有看到我吗？有看到一个，有看到一个。哎、欸，我卡住了。
谁嘞？这个是谁啊？嗯、我的，你们是不是又卡了？我卡住了，不是我们，这是东西。我给你东西变，我给你东西变。啊！也不动他，他滚走了，他滚走了，他滚走了。你好玩啊！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你看我，哎、欸，有，你救到我了，我感谢你。啊，有点乱，在哪里找不到？哦，哦，看看哦，哎、欸，哦，这边吗？哦、有些对，有些房子进不去。嗯，看那个门、啊、门，它红色的话进不去。我要在这边了，我不管了。太大了吧？这太大了啦！超大的。嗯，真的润进不去，所以真的只能在客房，有没有？你都在限定室内只会爆炸。嗯，谁啊？怎么杀到另外一个？好，我要跟你讲哦，我们刚刚三个人全部都迷路在那，所以你找到一个标哈，你可以找到其他两个人。哇塞，我立起来了！哦，立起来了！我找到了啦，巧克力。怎样？哎、欸，我刚是看错了。明明就不用上楼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泳池一直往前走就有。哇塞，不变的这个东西。哇，团团就上楼啦。有，我有上楼。后面还有一楼的二边旁边都变成一直看。润死，然后在二楼也有润死。嗯，所以其实润死的范围也还是很大。哎、欸，那个谁过头了，回来，那个回来这边。润死很大、啊。没有，那不然就是一楼的客房就好了，一楼吧。啊，有上去了。哎、欸，我在奇怪的房间里。没有，上去之后，它 room 会有两层。哦。就一楼的就好了，对。哦，我在楼上。你在楼上干嘛？不是，我出生在楼上的房间里面，我在找路出去。我说你在光着脚丫。等一下，我要去找润死。哦，走了。啊，你先找。嗯。哎。嗯，原来我刚刚是变物品哦，白痴哦。对啊，你刚刚变成椅子到处跑哎、欸。所以我要跟着你走咯。哎、欸，我在跟着一个 Gary 走哎、欸，我到底该不该给他机会啊？啊，不行吧。哎、欸，我帮你打几下好不好？哦，好好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哎，哈基，你面向这边，你面向我这边，你看我面向哪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对哦。啊、不行，啊，这个不行。那我怎么怎么不能杀人哦？不是啊，我也一边老了啦。你变什么贼？阿基，你应该跟繁星变一样，然后就是对称。哦，room 啊，这 room 是刚刚那边吗？对，要我不是投靠要一楼的，不要去后面。哪里啊？哇，还有阳台哎，太舒服了。那外面是变窗帘。垃圾白痴哦！然后你是不是变那个啊？哦，这里，二楼。我要去那边，我要去那边。一四五零，这边。对，那是二楼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、啊，在一楼。所以不是一四开头的嘛？不找到啊？不知道，要去外面看。啊！一四啊，对啊，一四一。所以就是上楼那边都是。上不是在一楼的吗？一楼不是1450到1475 ，Rus。1450。嗯，一四的这些都还是一楼啊。一四的都，这是一楼哦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有找到哎、欸，可是我现在迷路了。不是你哎，刚刚布布不是有经 Bobo 有经过我们吗？布布，因为我有个朋友叫布布啦，所以你知道很容易念错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哎哎、欸欸，你们两个位置很刚好哎、欸，对啊，平行的、欸，超刚好、欸。看到所有对称的东西都打爆他。哎呦！我真的很大。怎么啦？感觉有经过小雨啊？有任何其他？太开心了吧！觉得应该是在这边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宝宝，你在哪里？宝宝，等一下，两个人
石像给我躺在床上。两个石像躺着。我就看到这边两个石像躺在那边，想冲山。你怎么这样对包子不敬啊？他们在双人床上打坐。等一下，是被锁住了吗？那还有小雨，小雨刚刚也笑得很开心。是有人在锁门吗？对啊。小雨，你跳一下吧。好。